我有办法带你们出去。这不可能，这哪有新的身体给我们换呢？有，就在这儿。什么？根本不用找新的身体，既然我们的身体构造一样，那你们把意识转移到我身上不就好了吗？你是说让我和哥哥共用你的身体？这可不潇洒，不可能的。切，就你们那双魂机身都能两个人驾驶，我这风神积木制造的顶级仿生人躯体，往里头多塞两个人怎么就不可能啊？太乱来了，你这算什么歪理啊？哥哥你也来说说。不，我们的身体是仿造灵珠的，所以就连容纳意识的装置也完全一致。还真的可以。嗯，成功率只有千万分之一，而且一旦失败，三人的意识都会瞬间焚毁。啊，这李校长，你不用跟我们陪葬，这是我们的命运，本就该我们。啰里吧嗦，张口闭口都是什么命运命运，我就问一句，要不要跟我拼一把？人定胜天，我们一定能出去。人定胜天啊，想好好活着就这么困难吗？唉，这都是命运，只能怪我们运气不好了。命运，我再也不要被他摆布。我们潇洒的拼了。嗯，说连觉醒，三珠合一。时候去给客人带带路了。客人啊，对，黑龙虫饼的客人。我好像没事儿。我们这是成功了。金家、木家，你们在吗？奇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里是战败消失，就是你的命运。对了，这是我的仿生人躯体，灵珠的系统内部。李小赵，真是的，你们没事就回答我，在这玩躲猫猫呢。这是。喂，你们的身体，我们不是成功了吗？三珠合一，潇洒的成功了，可问题在后面。你的身体太过特殊，哪怕完全相同，我们也还是被识别为需要删除的外来数据。什么？无奈之举，为了不被删除，我们只能将自己格式化，变成碎片数据，沉睡在你体内。这不就和那时候一样？很好，结果我还是没办法带你们出去。你这就不潇洒了。你可以这么想，我们只是在睡觉，只不过要睡很久。嗯，是你打破命运，给了我们这最后的希望。好，金家、木家，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把你们唤醒。小张，谢谢你。先别忙着道谢，你们可做了坏事，等出去以后还得受罚呢。罪有应得，到时候我们会好好赎罪的。对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帮助我们？我们可是你的敌人。因为你们就像是另一个我。啊？我隐约有感觉，我的力量就是为了保护像你们这样被命运压迫的人而存在。既然这样，这是
这是我们最后的力量，交给你了。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大家没事吧？别急。你是谁？我是九级的使徒暴真人。什么？别紧张，现在你的敌人不是我。对了，把飞船毁掉。理想炸掉，跑不了。他在哪儿？去。下等生物，别做无谓挣扎。虫柄，这是我，也不是我。什么？麻烦了，那家伙依靠卫星岛的能量，变得就像是兵工厂，能无限复制出自己。炼狱黑龙王，有了他，谁也无法与我抗衡。很恶心，这到底是机械还是生物？虫柄已经和机神融为一体，你赢不了小扎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小扎他，绝不会输给你。闭嘴，闭嘴，不能放过，绝不能放过。我一定要消灭，彻底碾碎你，你小渣！怪物，虫兵，来了吗？金家、穆家，谢谢你们的力量，这次。我一定要保护好大家，火莲精神招来。虫柄，你给我出来。李小渣，我要你彻底绝望。拿小喽啰浪费我的时间！念动龙鳞，愚蠢，找死！的是你。
说了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文天至灵，可和光子。不。啊！这是光子微缩爆弹。砰！砰！砰砰！砰！砰砰！接下来，该轮到我了。飞燕旋刃。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战。